这个短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很多人灌好黑色沙漠的时候，它的要进去的时候，它的滑鼠跟它的这个所要点的不同步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如果你这里调125%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滑鼠不同步，你的滑鼠是偏移的。你可以看到滑鼠是偏移，你点开始你点不进去，你看，然后你要移到旁边反而就可以点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，只要把它改成100%，这样子再回到黑色沙漠，你的点的准心就会对了，就不会有滑鼠偏移的现象。那以上简短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